高兴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爱台湾啊，我跟你讲啊，继续爱台湾啊。啊，你说跟顾立雄有什么关系？当然嘛有。哎，喂，拜托姐，哎呦，哦哦，哦哦，哎，这是那个基隆市议员啊，真的他太小咖了，我忘记他的名字了，我连理都不想理，哦哦，哦哦。我们的国防部长，哇，啊，这是哪部？部长啊，部长啊，哇，部长，你怎么这样子啦？你帮诈骗集团辩护哦，部长。各位啊，看完这些人有没有毛骨悚然了？而且还没完呢，我还没有连完呢，怎么办？还要继续连呢？不要念他的名字，根本就不屑念，好不好？那是什么咖？部长，头抬起来。喂，喂，没有啦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讲这样啊，哦，诈骗集团哦，钱特别多啦。好不好？诈骗集团哦，我跟你讲啦，律师费哦，很敢开啦。各位还没完哈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啊，不要急。哦哦，台湾维新的执行长林余伦，他对蒋公喷漆涂鸦，还在上面装情趣用品。他的律师叫做顾立雄，后来顾立雄让他乱搞之后还不用起诉，我们的国防大部长做得很好的，很棒的哦，我们的国防部长哦，不起诉哦，帮诈骗集团辩护，让他去蒋公同期喷漆啊，然后装不雅的物品啊，不用起诉。各位啊，毛骨悚然啦。嗯，好，我再念一次哦。诈骗集团主嫌林余伦，2014年的时候，跑去对蒋公铜像喷漆涂鸦，甚至装不雅物品，结果顾立雄陪着他出庭，让他不起诉了。国防部长替诈骗集团辩护，最后成功不起诉。这我不想念，你自己看好不好？顾立雄说，我们的国防部长当时替诈骗集团辩护说，铜像喷漆不构成毁损，妨碍公务是对人不是对物。他说：“这很无聊。”我们的顾立雄，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说：“对中华民国的蒋公铜像喷漆没有问题，而且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。你以后当上国防部长之后，记得跟你的国军弟兄讲。”所以各位现在在当兵一年兵，因为各位现在很多一年兵哦，出了很多问题，很多人逃兵，很多人呢轻生。大家都适应不良，所以呢，你们往后这些一年兵如果要抒发情绪，我们的国防部长已经开始了，你可以对营区里面的蒋公铜像尽量的喷漆，反正呢，这是一件无聊的事情，没有人会起诉你的。然后替诈骗集团辩护，哦，那当时的基隆市政府呢是民进党，所以呢也不打算提告林有昌。
蛮无聊的。哦，你以为只有这样子吗？当然没有啊，还有的，好不好？不要紧张，很多的，毛骨悚然还在后面。来，各位，我们看看我们的吴佩益，107年、111年，林育伦都用他个人诈骗到的收入捐了5000块，捐了3000块，到处捐款给吴佩益。哇，好有心哦！乌钱三千乌钱，哇，这可是常年的支持者呢。那吴佩益要不要下来？你拿诈骗集团的钱呢、欸？照你这逻辑，需要你要道歉啊，你也要滚蛋啊！你看哦，看他说什么，字太小。你看哦，认识就是认识，不会切割，也不会哭，我完全不知道，你还没切割？刚讲完不会切割，马上说我不知道。然后面讲的都废话，哎，真的是在风口上猪都会飞，哎，哦，就因为分裂，所以这种人都可以当立委。那他说这样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没有关系。好，那徐小欣她老公的姐姐的老公这样有关系，哎，唔当，这叫有没有人？他到底在写什么啊？我不会切割。但是我切割，我因为我跟他不认识，我认识他，我不切割，但我不认识。好了啦，佩益不要凹了啦，丢脸呢，不好看啊。啊，再来，我们还没谈完呢，还有啊，各位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购物哦。各位啊，这件衣服有没有看得出来？哎呦，有什么好马赛克的啦？他就爱泼就给他泼啊！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7大保证，7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